龙虎双双显正开，仙童玉女下腰带，一点丹田通地坐，奉请罗州保和宫，中坛万岁降临来。强烈罗州保和宫，中坛万岁圣驾三品吉安典仪，主祭官。罗州保和宫主任委员中大万岁老主李赞生先生请就位，苏立生请就位，全体人员请就位，典礼开始，全体肃立，行上香礼，焚香，全体请归。时位在中华民国108年国历4月20日，天文岁次己亥年，农历3月16日朱良辰，姜维保生大帝中大万岁，过路土地公主角姚敬公彩，中大万岁贺仪顺境土地公处威震北方道德顺。祝顺万万顺行，在此致谢罗州保和宫中坛万岁圣驾顺寿安宁，普照十方，行三品司仪仪典，敬备香花珍馐果品珠仪，致祭于中坛万岁圣前，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国运昌隆，合境平安。祝这歌还全体人员共对圣前，行上香礼，初上明香拜，马上明香再拜，三上明香拜，请香。行献敬礼，献珍馐，由咱主祭官恭献珍馐，拜，恭祝中大万岁，威风何事朝灵献，拜，献珍馐。珍馐敬献一杯，由主祭官李赞生先生恭献在彼，恭祝中大万岁，财宝天中福寿喜，拜，进在彼。在别献敬一杯，共对中大万岁合作尊崇，圣前行吉祥礼，一吉祥，再吉祥，三吉祥，礼成。